我是青宝，我是青宝。今天我们来赶海浪，还有一位神秘的小姐姐。那谁呀？就是畅畅。畅畅姐姐在那里是吧？来，过来。好，跟果果一起玩乖。青宝，你在这个下面挖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东西。这是蚯蚓。蚯蚓。看，它其实是。有没有发现呀？没有。感觉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再换个地方。又看到一只小海星，金宝，快点，这儿了，一只小海星。哇，这么小，小海星。发现一只小丁螺在动，其实里面是一只螃蟹在里面动，大家看到没？小心啊，别夹到你。你的铁锹上是啥？这个花甲和花甲和小海星吗？是真的海星吗？让妈妈看一下。对呀、啊，我捡到的。哇，真的是海星呀！那好棒呀你，真海星。活的。又是一只活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找了这么多了，你看一下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。然后这只没数，八只九只。你看这个石头上，姑姑发现了什么？小海螺，看到没？快捡起来，应该是活的吧？哎呀，好，是不是活的？看，有肉。对，活的。哇塞，这上面好多的那个海蛎子壳呀，是不是？嗯，海蛎子。还有海虹。近距离的看一下啊，都是很小的。很小的，上面还有海带嘞！哇，还有小海螺嘞！野生的海带是不是？这上面是啥？海虹。哦，就是昨天咱们吃的那个是吧？对对对。啊塞，静宝发现了好多的蜡螺，蜡螺，这个叫蜡螺。哎，让我们看一下手里面，好多呀，好小呀，但是。畅畅，来这儿开心不乖？这都叫赶海，知道吧？这都叫赶海。成天看，成天看视频，看人家赶海，你也赶赶。玩的可开心了，这几个人。又发现一只螃蟹是吧？对对对，在草底下了，马上钻进去了。你手过去乖，你手过去。小心一点啊，别跑了。你这搬动搬动。哇。跑哪去了？跑哪去了？竟然找不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肯定能找，就在这附近。草太多了，水草太多了。妈妈手划烂了，又划烂了。你慢点乖。有海蛎子壳。你别弄了，弄它。跑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没有在。哎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抓到了，抓到了。哎呀，你跑哪儿去？你能跑哪儿去？看看，小螃蟹还夹我了，看没有？还能夹我了。还夹了一根水草，那上面夹了一根水草。哎，我们逮的，今天是我们的收获。还有个小海星，嗯。